老肖萧敬腾二日在台北为手游代言，这微笑老肖可是要成了淘气老肖。你小心啊，我就站在这边，你往这边戳，别人戳错球啊。真是辛苦主持人 Ken 哥了，今天老肖玩心大开，撩粉丝技能也是满点。好棒哦！心不相交哦，好开心哦！哎呦哇，哇哇，还要帮你弄漂亮，哇，厉害了！看看老肖就把粉丝逗得乐到不行，但老肖却说，今天好像很会撩粉丝哎。没有，我没有特别撩啊。平常都这么会撩？我没有做这样子，我没有这种技能。没有这技能吗？没有，我是很真诚的对待他们。老肖真是太会说话了，而谈到为了游戏穿上古装，他表示自己不排斥角色扮演。之前说我像索隆，但我头发剪掉也可以，就是反正弄成绿色就好。既然老肖都要求了，那么我们就帮老肖完成心愿吧。I'll be each better